佛教智慧故事，疗愈恶疾。相传在远古时代，月氏族的西方有一个小国，佛教在那里相当兴盛。在这个国家里，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。你的胳膊怎么了？可能是被虫子咬的，没事。不对，我看像是马蜂。大胖，你别过来。再见。娘，你别管我了，会传染的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嫌弃你，娘也不会离你而去。娘，娘，孩儿不能连累了您，请恕孩儿不孝，不能再孝顺您了。普贤菩萨，我在家孝顺母亲，在外尊敬师长，一生从来没有做过恶事，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报应？菩萨，您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到了这里？大人，时间到了。大人，难道是在叫我？你是谁？小人是您的幕僚啊，您该上堂去处理政务了。投钱带路。大人，这是您今天需要处理的公文。十天前的盗窃案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破？谁负责这件事？大人，这件案子是小人负责的，小人因为身体不适。大胆，身体不适就可以拖延办案吗？把他拖下去，击杖40。大人，不要为他求情，打。大人饶命，大人。大人，他死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几下就打死了？大人，他前几天患了重病，今天刚刚好转，带病来向您汇报案情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把他的尸体送回家去，好生安葬吧。是。大人，您找小人有什么吩咐？都是我的过错，害他捕头丧命。这有100两银子，你送去他们家，算是我的一点赔偿。不瞒大人，捕头的孩子只有3岁，看到父亲的尸体，吓得当场死了。捕头夫人一时激动，也上吊自尽了。什么？因为我的一时错判，竟然让他们家灭门了？这件事事出突然，怨不得大人。是我的过错，我对不起他们呢。大人，大人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要让你身体溃烂，不得好死。吓死我了，我怎会做这个噩梦？我要让你身体溃烂，不得好死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因果病，我前世害了捕头，他来向我索命了。普贤菩萨，弟子知道前世罪孽深重，今生愿意终身吃素，常年诵经，所有功德回向给捕头，从此忏悔过去所造恶业，希望能够化解捕头心中的仇恨。弟子死不足惜，只愿捕头不要再心怀怨恨，早日得度，往生极乐，南无普贤菩萨。在普贤菩萨的保佑下，小兽的麻风病彻底痊愈了。从此他领悟到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的道理，世上许多奇难杂症、不治之病，多是因果所致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畏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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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m